奇美首推国产65寸 4K 曲面电视。奇美昨天发表首款国产65寸 4K 曲面液晶电视，搭载独家广射域面板技术，让荧幕效果更具逼真临场感。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它一个曲面，所以变成说消费者在看的时候不会有死角，而且在每个点去看，在一个空间里面每个点去看都可以有一样的视觉的感官的一个享受。奇美说，在台湾市场曲面电视销量约占 4K 电视的 10%，今年 4K 电视整体出货预估达7000至8000台，而且以50寸以上产品为主。另外，我们在非曲面的部分，我们有55寸跟65寸的产品。那这两个产品，我们还有加上重低音喇叭的一个设计，以及无线操控的功能。那我相信，以这样子的一个规格跟配备，我想都可以成为我们一般消费者在家里面可以尽情的去享用各种视听娱乐设备的一个连接。动新闻综合报道。